那我们就是就是回归到音乐层面的上，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傻女孩，这次你有就是。你念那个 rap 很性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你知道，我觉得那个 rap 要 shake it up, shake it up, 后面也那个啊，知道吗？我想说，天哪，那个要放开吧，不然怎么唱啊？我跟你讲，唱这种歌就是你在录音室，你一定还要加身体的律动，你还要继续你自己跳，就是还要自己小动一下。那你现在要为我们示范一小段吗？现在啊，对啊，反正我们要看了啦。听众朋友可以上去点选我们的影片。比如说，就是有戴耳机的话，我们通常都是因为不能离麦克风太近。那你那哒哒，就是前奏说真的，就是身体就会律动。那 shake it up, shake it up, 这样就是有一个啊，这样就自己会带上来那种感觉。哇，因为我就是听的时候想说，这个因为一般来讲，甜美的女生通常歌路很容易被定型。对。可是因为我发现你不会，因为你从比赛的时候，你就很常会唱那种比较有 power 的快歌，或者是比较有对比较有张力的歌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因为一般如果你声音比较薄弱，你其实没有办法去驾驭那个歌，但是你没有这个问题。谢谢。因为我应该是说，应该是这样说，因为我以前从小就是唱快歌。对起家的，对对，唱歌起家，所以我就对，所以变成我的那个个性会自己会把它带入歌曲里面，而你要我真的很，除非像 I Miss You 那种真的要甜甜的，我才会想一下我要自己转，所以我的频道有时候。会乱掉，那不会切换不过来就断续吗？但还好，因为那个还是我，比如说那个口气也好，或者是那音色，还是我，这边发出来的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讲到 I Miss You 这首歌，我就想，哇，这个跟一般传统的台语歌是不一样，它是小清新，小清新，然后又是很像。我不会讲一下，还是很小女孩在妄想着那种白马王子。妄想是笑羞吗？笑羞，哎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是这种台翻国？就像我每天都在笑羞，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李敏镐啊之类的，听众朋友都知道。天哪，Oh my god！ 我是不会有那种幻想，就是这种。那怎么办？那唱这种歌的时候，你会特定去想着，比如说什么人来去唱吗？我会。比如说我爸妈，因为我们家离很远，哦，这次就比较官方一点，想爸妈。没有啦，你跟家人感情很好。对，就是因为如果有看我脸书，我都会po家人的东西。但当然我是有叛逆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叛逆的时候，其余就是有争执嘛。但是我们心中潜意识，对，是还是很爱家人的。那只是说，像这种歌，我会借由这样的歌曲来。表达说我对他们的思念，离乡背景那种感觉啊，我也是，因为我也是游子，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I Miss You 居然是想着爸妈唱的，有点意外。没有，因为你没有对象，你怎么办？除非要想，就是我可能过世的家人，但是他又不是个悲伤的，对，他就是一个很甜的，对，所以不会讲，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我想打电话回家之类的，我就想啊。前几天就已经打了，还在打，这样讲太多好像怪怪的。啊，我每天都会打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打到我妈，因为她有的时候自己在忙，她就说：“我的，我的猪崩啦，我的猪崩啦，你卖的卡啦，我的做无用哎。”我妈就是喜欢你这种女儿，我就是不会这样，因为我黏踢踢这样吗？对，我对我看人黏哎、欸。就比如说我又很，我跟曹雅文很好，就我们另外一个公司百万甜心，对对对，我就会一直黏他。我不会黏家人，跟我越亲的人我越不黏，就是我会跟他们保持距离，因为我觉得太种默契。我妈起初不能接受，哈，啊卡点阿丽啊，就讲没几句就说我烦，哈，什么啊，那我爱女儿爱你者之类的。我说不是妈，不是，你每天打，其实你要问我的就是你吃饱没，你睡觉没，你今天工作怎么了，还是你今天没有事情？那其实讲到后来就已经停在那边。因为远，这个支出就是往内户打不用钱，我本来说远传，怕会有那个广告嫌疑，就是往内户打不用钱，所以就会挂在那边。然后我说妈，你差不多挂，你是不是停了有五分钟喽？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呢？他说没有啊，挂着也 OK 啦。后来他还没有放，还没有
意会到他其实挂很久了，你知道？我说妈，真的很久了，谢谢。我就说这样手机又浪费电了，我要做我的事情了，这样。然后说好了好了，我的客人来，他就去炸咸酥鸡了。哦，对，讲到咸酥鸡，我很会带吼，对，我有广告。因为我这个本来想说下一段来聊，不然我们还是先听一下你的这首 I Miss You 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聊咸酥鸡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的爱。